三角洲行动测试延期。一个坏消息啊，原定于6月20日的开测时间延期了，因为这次跑测改动幅度太大，玩家反馈后重做回调了很多，再加上双端互通测试产生了太多的新 bug， 所以进行了几天的延期修复。不过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啊，不超过一周，希望上线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。不过也有一点好消息啊，之前是因为延期没有发放第二批资格，会在几天后发一波超大的，但不是这几天，所以大家不用每天再去着急查了。最后祝没有拿到资格的小伙伴都能在开测前拿到资格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求一个点赞三连，关注我获得更多三角洲行动的资讯和内容，拜拜。